你敢会晓卖相害正常？你搞点去啦！你俩身高你含害加分只个代志，你会当骗过所有的人哦、喔。我甲你讲啊，你今仔日安尼欺负我的查某囝，我绝对袂叫你跟到落帮你耍。阿姨，你今麦到底是咧讲啥？我拢唔知影呢。而且你学家文狂狂，讲到啥物地带啊？你搁继续骗啊！ 你真正唔知影你今仔日你也是虾米人哦、喔！我甲你讲啊，你做小三哦、喔，你若要跟我比哦、喔，你搁差远个啦，绝对无阿个幺阿。你这小查某到底是咧讲啥？你莫搁欺负亚军啊，好不好？哈，参照你这种小三哦、喔，我应该甲你的头髪拢剪掉了，看你以后是要哪记啊？ 你别来，你别来！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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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从今以后，你若是再欺负我的查某囝，我绝对袂放恁两个做的。哎，大概哦，我听朋友哦，等人孙偌高水，拄偌高水哦，吼，我是足新鲜的。啊，这届哦，总算是轮到我做阿公啊啦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啊，不要紧，哦，啊，你先去陪恁水母哦，哎，爸爸嘛要恭喜你耶，你要做爸爸呢！哈哈哈哈哈！哦哦，是安尼，啊，再见。阿母，统培生计出代志啊！统培生计出代志。出什么代志啊？金公司早就已经掏空啊！啊！因新开发的疫苗根本无通过临床实验，之前发布的消息拢是假的，今麦新闻已经在报啊！影是无影哈！哎呦，喂！哎喂，啊我你有鬼！你今麦随甲统培生技的股票全部搞卖掉，嘿！股票全部卖掉，哎，我唔管啊！即马卖单是几啊万张哦，你要想办法，甲统培生技股票全部卖掉，吼！拜托拜托，马上哦！阿哥，哎呀，你急嘛无路用啊！即马发生这种代志，咱手头股票那可能卖出去啊！我真正哦，好在杨副总害死啊！我即马叫伊赔钱。阿哥，你确定迄杨副总会赔你钱啊？你若不赔哦，我就告伊啊！阿哥，千万唔通，唔通安尼做。你若真安尼做，就等于承认讲你有甲伊做伙炒股啊。咱即摆上要紧、上要紧的是，爱想办法调资金来维持公司的运作。啊，若无变一个礼拜，唔若出货问题，甚至个员工薪水拢花袂出去啊！讲什么？二三十八二四，股票都还没开始起啊！本金就了去啊！哎呀，国胜啊，我真正有话有无听你的话。咱好好处理，一定有法度渡过这届难关的。阿哥，
你啊，我请小玲静点啊。阿姑，你若想要找我讨论，随时跟我讲。这是我国外朋友的资料，你若有需要调动国外的资金的话，会当甲伊联络。伊有这个能力，帮你撇开每一个政府的干涉。嗯，多谢。麦加西多谢啦。当初若不是你伫美国救我后生一命的话，我今日就算搁赚哈侪钱，嘛无任何意义啊。迄个当初我只是陪伫汤马斯身躯边两礼拜，那我甲斗啥工就啥。向你赔，这是我后生当初寄我的遗书。在你打电话迄当时，我都要去让你看。我本已经决定吼，想要结束家己的生命。你甚至连日子拢甲我定好安尼，你也看会紧对讲。一天是，一天吼，就是你去陪伊的头一天啦。不过嘛是因为你甲陪伴、甲关心，伊才来放弃吼。想要结束家己生命的想法，想要靠我那个关心，我都改变伊命运。对了，伊最近好无？伊真好啦，只不过吼，即摆女朋友一个甲我换过一个，唔知当时较会当稳定落来。不管哪讲啊，姐啊，我也是爱甲你说一下多谢。歹势哦，我即摆有够话多，你知影讲。我想要对付阮阿贵理由，请你谅解。不管啥物理由啦，对我来讲拢无重要。只要你有需要我出手的时阵，我袂问你任何原因，因为吼，我永远拢欠你这份温情。姐，多谢你。袂啦。